偷偷藏不住，已经可以直通大结局，看完了都觉得不过瘾。暗恋夫妇越到后面越甜蜜，桑稚带着段嘉许回家见父母，桑稚爸爸劝段嘉许分手，本以为两人要开虐，桑稚却独自追到了机场，说出自己这么多年暗恋的秘密。那个虚无的老网友也是段嘉许，段嘉许这才知道直直喜欢自己这么多年。当天晚上第一次喝了酒，桑稚也坐当晚的飞机赶了回来，段嘉许抱着老婆热吻，两人在这一晚真正的在一起了。之后段嘉许更加黏老婆，动不动就回家索吻抱抱。为了给桑稚一个更好的未来，也为了得到岳父母的认可，段嘉许决定到南府创业。父亲去世后，在颐和也就没有什么牵挂，桑稚毕业后也是要回南府的，小夫妻俩也只是短暂的分离。可即便短暂的分开，桑稚也很舍不得，机场送行一直不舍得离开，两人相拥热吻再次告别。本嘉许贴心安慰，乖乖学习，等我回来娶你。桑稚激动的连连点头。段嘉许的工作室很快进入正轨，他开发的游戏反响很好，很快挣到人生的第一桶金，而桑稚也马上要毕业了。段嘉许在桑稚毕业的这一天求婚，早就迫不及待要把老婆娶回家，一起期待大结局精彩剧情。欢迎评论转发，关注下期见。